先喝一点汤好啦。来看看，谁可以猜到里面有什么材料？我是蕾蕾老师，我是小助手萱萱，我是小助手 Isabella。大家好。一个周末，我们只要花一点点的时间准备材料，然后把这样子的料理做出来，其实就是一个很棒的周休二日的一个休闲活动。不要把煮饭当成是一个辛苦的差事。喜欢茶梅吗？喜欢，可以当成是跟小朋友一个互动的一种游戏。棒。那我们先把头的部分切掉，你切太大块，可以切小块一点，没有关系。好，那我们再帮那个鸡柳条穿衣服的同时，对，我们油锅在旁边就要开始预热了。这个像贝壳的蛋糕，有没有很漂亮？其实小朋友，我们只要给他们一点时间去学习跟适应这样子的方式，都可以感受到妈妈在厨房里面做菜的乐趣，以及他们帮忙的乐趣。